发生什么情况啊？这儿，我订的花儿。来，把车推动。您的花，请先收一下。嗯、谢谢。导演，要不稍微停一下？好。各位剧组的兄弟姐妹，感谢我的好朋友 Barbary 小姐来探班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剧组探班，不知道送什么好，我就买了些花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加油，棒棒的！大家感谢 Barbary 小姐。你在被人追杀，你应该是非常的紧张。你一会儿傻笑，一会儿见笑，哈哈哈哈大笑。导演，你在演什么？辛苦啦。还有，你被杀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抬头嘞？人家只是个群众演员啊。我们在这拍的古装戏，你刮起个破摩托进来，你咋不开卫衣呢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这场戏因为你拍不了了。那演员那么努力，那大马咔了咔了咔了，看没看见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下次不会了。还他妈有下回？这回我就想揍你了，你还想？哎，让他来试试。哪个？就送花那女的。哎，大姐，帮个忙啊，当个群演给你200块钱呢。然后我们现在把灯调整，准备再拍一下啊！来来来来来，都把准备好。来，准备，准备好。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站住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推上去，推，静静，特写，对不起，稳住，队长，这条过了啊。我们准备一下。等一下，制片人有话要说。那黄毛副导演，把人都叫过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集合了，向我靠拢，向我靠拢。今天呢很热，大家呢很辛苦，但是做演员就是这样，要努力。这个大姐就很努力，而我们下一部戏《拳王妈妈》的海选。就是要从这个努力的普通人当中选出我们的主角，所以大姐，大家要相信。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试试海选的。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所以我在这里欢迎大家。只是我觉得机智还可以再做一个人的。上来嘛，超载了嘛，被抓住要罚款了，咋个做？要超载了，罚款了。坐不下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啊，大哥，那么宽的路你不会看吗？哎呀，是啊，这么宽的路，是你太倒霉了。你看见我手上200块钱没？200块钱？哎呦，好好找找啊！我去帮你找找。